大家好，我是猫猫，又和大家见面啦。这是谁的一打？不，这是你的一打。我勒个去，我新买的手机，兄弟们上！喵星人是我的卧底，在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我想他成功了。怎么奥特曼也开始打工了？没办法，现在生活压力大呀。那小怪兽呢？都去拍电影了。这真的是 CS 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？求地图，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不过老板说好的门呢？哦，我懂了，的确很邪门。孩子，你确定你是在写作业吗？好吧，我是忘记带纸了。作业本上不都是吗？今天去相亲，妈妈说妹纸各种漂亮，我一看还真是。然后我请她吃了个饭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牧师在释放治疗术，你们苏醒吧，去追寻你们的梦想。基友在等着你们呢。师父，大师兄，二师哥呢？刚才我们经过了菜市场，有了这顶帽子，妈妈再也不担心我被晒黑了。好水桶，中国造。妹子，不带你这么强劲的。女朋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呀。今天出门我眼花了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大叔不带这么猛的。夜间食物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容易致癌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最后我还是决定默默的全包了。妹子一起吃吧。动物园又藏獒冒充非洲狮，元芳称狮子有事出门了，真是瞎了哥的钛合金狗眼。上阵亲兄弟，打怪父子兵。儿子给我加血，打 boss 要来了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喵星人已经占领地球了。我们能做什么？准备好猫粮。你赢了，摄影师，伪装的真不错。我猜这一定是只公天鹅。提出这个诚恳的要求，我真的没有理由拒绝啊，所以我默默地回了句同上。那位此情此景，我只想说我是一个色盲，然后点到谁是谁。您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吗，专家？暴君的场面好壮观。当时我就震惊了，宁为蛋碎不为瓦全。这是个陷阱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看，又来一个。裁判，刚才不算，让我再来一次。少年，算了吧，你已经跳了一上午了。尼玛，脚滑了。这一期结束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好吧，我是猫猫，明天见。一定要关注每日一囧官方微信，了解每天的最新更新。记住，你开心了要看每日一囧，不开心更要看每日一囧。看图有亮点，囧囧更健康。